你送我鲜花，吃饭却要我刷卡。你说女人应该独立 AA 制好吗？我说算了吧，这顿我请拿，明天就从手机里上去你的号码。他送我回家，说想上来喝杯茶。我说家里还有一位80岁的老妈。他突然不说话，走得很潇洒，今晚一别后会无期，相望月天涯。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。看看网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。看看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些害怕，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？你很有文化，彬彬有礼有些傻，可是看到漂亮姑娘开始眼巴巴。我的姐妹们你也敢勾搭，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掉你们呀。他事业发达，每天带3部电话，没空陪我偶尔约会还像个哑巴。也非常混乱家，他突然很尴尬，他说自己早已成家还有2个娃。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。看看晚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。看看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些害怕，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？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。看看晚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去哪，死哪去哪，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。看看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些害怕，我心中的